嗨，欢迎来到麦全民讲笑王，我是 Kelvin。 今天让我来为大家说个有趣的笑话吧。我认识一位好朋友，他是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。某一天，他在路上看到了一位被欺负的小朋友，于是他二话不说，马上就上前阻止。欺负那位小朋友的人看到他，马上就掉头跑掉了，因为他的身材实在太壮了。小朋友非常感激他，就跟他说了：你是最好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你们懂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他是最好的？你们猜猜看，答案就是因为他会金刚腿呀。是不是很好笑呢？我是月头公，无敌铁头公，你是金刚腿。